你看看飞机车大地啦，你会惊无啦？百六偌济？两个人加钱加啊，紧嘞，200块钱咧，这拢送你，200块全部拢给你，紧嘞。来一个啊！全拢给你啊，紧嘞，200加钱啊，拢给你啊。食无飞机叫你加台啊，200块拢给你。好，准备啊！200，超对接。这南边食虾啊无？白虾炒的有南边食无？白虾炒虾够南边食？白虾炒的有南边食？白虾跟炒虾够南边食？来，包回笼包。来，我坐落去无？好，谢谢。飞机员够无？谢谢，紧嘞，较紧嘞，我买个什么也紧嘞无？看够有？好啊。来，飞机员拢无啊，最后一包啦。你毋捌买过，你试食，我买一包了，一瓶200块啊。100块怎咩啊？飞机员100块。来一个啊！好，一个啊！100块了，100块了，紧嘞，好啊，100块了。来，鸡仔给我大只只鸡。规箱拢来了啊，无时间啊，规箱拢我了啊，取落去。啊，剩你几个？最后一个一百三咩啊，拢无啊，100块拢记啊，100。最后一个一百三咩啊，100块了啊。来啊！来，鸡啊拖去。我甲你讲啊，你鸡啊，你阁无要食，你讲买只冰起拢会好，我无甲你传。你冰起你就会好，吼、哦，来，来。这个包贝，排骨包贝，好、哦、啦，想要食迄个鸡啊，我来讲。后礼拜拢无这个鸡皮，然后我无爱骗的。来，想要食鸡排，只鸡啊，骗的，一瓶4只，唔免1800。这当然我小姐唔免佮介绍啊，200块了，200块了啊，一只鸡啊拢是200了啊，200块，200块了，200块，几只？一只，最后一只当面200，几只鸡啊200，还剩下最后一只考虑哦，你几个？最后一只200当面只，几只鸡啊200块当面啊？几只？好的，我的还没走。来个拜，三个鱼头，拜，那是三个鱼头，我要知影钱尔，啊，你这搞下轮胎，我到边个杀掉？最后这只两百块钱，收钱的也好乖。来，把钱拿进来，过来，一个。什么鱼？无啊？哎，有白种的口味你卖无？像你只养生呢？猴头菇诶，这只叫做好食啊。你听下你讲话啊，笑啊！你无咧讲话，讲到我家己会心虚的。来，上面一百只啦，钱起啊过来啊，三百块钱啊，我要开好个哦，钱起啊过来啊，开200了啊，200块，200块，来，一斤鱼啊，我套落啦，200只套落啊，200就500啊，200只要送你啊，200块啊，200块啊，百只啦，200块啊，给恁蒸，给恁啊，给恁蒸啊，200块啊。来200了，这台号这种免台，这纸啊，收盐蒸这了啊，规整好啊。还有几个？200个少一个啊，紧的啊，200块啊。200块再一个。好，两个啊。好，三。来啊来啊，佮上你啊，上你两车啊，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，给他们吃啊，几个啊，总共几个？200最后一个，紧的，上面啊，给他们吃，紧的，百只啊，蒸这了俩，这无功夫的啊。这台号这纸啊，这上甜的啊，吼、哦，这纸啊，我收也卖煎啊，煎啊，吃吃胖胖啊，配饭啊，来200了，200块这个送你，来，200块，纸烤的敢够，纸烤先我杀的，啊，先收掉就好啊，收掉这种杀过就收掉，简单杀的就好。好，加一个，叫后边包落啊，叫后边包落啊，一世啊，一生一世啊，一世啊，有人要吃这个无？纸烤鲍鱼海鲜，这纸烤的鲍鱼海鲜。这上好这钱收来啊！我知啦，这最后一个先啦，这煮烤的哦，这鲍鱼的哦，这是行啊了啊！这一包内底有10条，这我行一包拢600-700嘞哦！你先加钱的先啊，一瓶一个人加买了啊，因为我拢无啊，一边一个可能买了啊，300块上面就煮烤的先300块。我若只也卖恁300，这阿爸水内底10条，1条30块，你食无这了啊？哦，我一包搁送你300块，搁一个人加了啊，无啊，真正今仔卖了，煮烤的鲍鱼海鲜300。最后一个300块写要是几烤鲍鱼300块，包括最后一个100块上面写没有了，150都没有了，100块上面写几烤鲍鱼海鲜100块，150，包括150，我老公100，我老公100，我老公150，包括蛮年的钱是吗？100块收到。什么人讲100，就人讲，人讲100。哎，无算不用骗啦。哎呀，讲笑啦吼，人生啊，担笑落来，趣味了。哎呀，这你也100块买，我还退钱嘛，叫卖面讲哦。来，再来一只啥？
杨澜嘛。杨澜过去啊。哦，杨澜。苏炸肥肠嘛。苏炸肥肠过去啊。阿明，伫咧面前摸一下。什么叫苏炸肥肠？500块，500块头前一个成，翻咧。来，这苏炸肥肠真正做好食，我袂甲你骗钱。一条鸡肉鱼啊，个两条鸡肉500，肠啊来煮好啊。啊，这两包四条就1000啊，500我无只做你客啊，这包搁10，这包搁来500了啊。最后一个500，上面只苏炸肥肠，你相信我一摆，500了啊，500块，500够要吃无？2500啊，来两百五，吃一条鱼啊，个两百五吃一条，最后一个鱼啊，个无啊，最后一个鱼啊，个无啊，最后一个鱼啊，个，最后一个鱼啊，个。钱了，杨澜你的，我哪会小亏啊？哎，这是吗？这拢无啊，三百只杨澜的，先提钱的先也无会就卖上去，羊肉片也拢卖了呀，300了，这一包只要300几块，羊肉两包只要600几块，三包900几块，300了，无啊，没有了，再三包，有人要吃牛筋无？这牛筋用我烧了啊！这牛筋我差一个四羊片，一包炒2500，加几啊块钱？500，唔免400。我来讲，三个人客搞买，四个人客搞买牛筋，五个人客唔免1000开800，六个人客先给钱的先赢，七个人客300，上面吃牛筋咧，300块了啊！再搁送你牛筋啊！这 Q 够好食，300上面吃300块，300拢无来啊！收钱。这拢送你啊！这拢送你，你拢我哩啊！300块平等吃啊！300了啦，拢我哩啊！来300搁一个啦，紧来啦！牛筋啊，这拢我哩啊！这拢我哩，安尼啊紧啊！300上面吃，迄个牛筋啊 ，Q 够好吃，300了啊！拢有啊，都有了吼，谢谢，来。啊，我正想讲，我要卖三条哦，这拢放咧边。老板，那个花旗花布。有等一下，阿姨等一下。好啊，我遐咧。好。上面吃，有人要吃鸭无？鸭几只哦？烤鸭，啊，唔免切，唔免八包，七个人家买烤鸭，200了，200块，几只鸭，200块了，200块，200了啊，熏鸭条200块了，哪块条块？那个，这就会一万了，来200了啊，熏鸭够人要吃哦，200块，好一个，200，最后两只200，上面吃，熏鸭。没事啊，我不要炒，我们小荤。对啦，有人要吃虫草鸡汤无？这几只猪肉拢300几块，这等于加香菇比酒上好吃。我唔免让你开300几啊，我要吃虫草鸡汤贵个啦，这种鸡腿肉，你先给钱的先赢，100了，100块，一百块虫草鸡汤这上好吃，你只要暗时烧烧啊上炸嘞，100块了，100块。好帅。最后一个100无。最后一个100无。最后一包虫草鸡汤上面吃100块，100块最后一包，宝贝。有人要吃果冻无？给两个囡仔吃三百一包，拢唔免10块了啊！后壁搁几包送来，10块，10块钱。鸡仔从几箱？一箱尔。鸡仔伊下开始用啊，这一盘10块啊。五个啊。啊？问你啊？啊，无像你想当不鸡尔？切块拢爱那送啊，卖了。七个，八个。你仔嘞？后边6包，后边6包，是啊。他妈感觉有？哎，你若做平时要改蛤蟆要果冻，凊彩你。啊，你全部蛤蟆，你个蛤蟆全部装包，啊果冻咱搭还阁卖，喏。啊，你啊，拄仔你加10块，全部蛤蟆哩，蛤蟆贵啦，蛤蟆贵啦，蛤蟆贵啦，是啊。白起来，我取一下哦，白。有人要吃白虾无？这白虾一盒斤半嘞，35只至40只嘞，半盒嘞呢。这两个三斤虾，一斤300，菜籽啊嘞900你买落啦，唔免900，卖700你来抢嘛。啊，三斤虾总价嘞，冰冷同豆豆吃500了，来500块上面吃白虾500块，500块了白。这一斤虾从100几块嘞，来500一个人家拼钱500块。收起来。我等下想办法出去，包过无包。拿起来。今天100几块，恁遐卖一个，真正可怜。今期有歹干嘞？500个要吃无？等一下看一下先，给我。1500啦，试吃看卖啦，唔好卖过250啦。拿只。1500啦，搁一个啦，几个啦？1500搁一盒啦。最后搁我卖一盒，1500啦。拿起来。好啦，再剩8盒吧，8盒我等下想办法出去。拿起来。搁一个啊，我剩7盒啦。好啦，7盒等下我卖。等下七个就1000块就不要处理啊，莫着。来，这你来买啊，这袂当无买啊，这啥物恁知无？
你看这皮有水无暗无？啊，这当用这小家庭的，你就想咧，像这囡仔这外国小的，这国小的这前两天有配方上好食，五百片啦，爱食小鲑鱼的紧的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上面食小鲑鱼的三百，三百上面食小鲑鱼三百块，小鲑鱼三百有哪么食无？这第一鲑鱼啊，真正的绝香啊，正鲜啊，配方啊，三百有哪么食无？无半个平钱啊！有人要吃无？要吃我介绍，无要吃慢介绍。我一个啊。来，安尼落啊，就四个啊，就四个落啊。这个送你啊，这个送你。收到没？来，这个送你。来三个啊。来，这个送你三包。你看这个鲑鱼这水你买买啊，三包这鲑鱼你莫看细的，真着吃吃慢慢偌好吃嘞。三包够要吃无？三包够要吃无？三包讲来包括几个？三个。两个。三个。小鲑鱼够要吃无？中午啊，谢谢。七块，七块好来无？一个给七块无？这鲑鱼给三分哦，七块是不是？包，一包包过四块。第三个那个抢一鱼啊无？好无？拢无啊？七块够要吃，两百了啊，拢无啊？七块，两百块了啊？哎呀，头前啊，头前你算钱啊，你无嘛？两百了。两百块要吃鸡块无？鸡块块要吃，叫来两百好了。最后个两个啥物啊？阿伯。哎呦！哎，明个。你刷鸡要较深两分，我好。刷鸡要较深两分。等下，很贵。行行差生少，我讲我就知啊。